我们都怕改变。那等一下最后的话，请各位来宾，你们可以用心的来观察我们的所有的作品。那一年我们是把这个作品留在那边，但是尽量不会有一点这个主题关系，所以我们就到这个山头那边来，回到山头那边来。然后下一次我们展览的地点可能会比较大，那我们的作品的数量跟作品的那个规格以及作品的品质，一定会坚持的把它更好。啊，大家都很期待。好，那我们可以开始做，我们先介绍我们的打算是最新好。那啊，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工作室陈碧玲陈市长。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王凯王爷，那我们的艺人林如冰林雨，然后有那个从彰化北大而来的我们彰化大学理学会的前理事长洪正武总洪理事长，好，那我们的书法协会的有人有理事长，有啊。好，那我们第一次介绍了，大家认识我们的陈景陈老师。好，恭喜您，书画协会的陈理事长，谢谢您带队。林峰艺术协会的理事长，徐亚小理事长。以及县地主协会理事长沈明华理事长，以及县基层协会理事长洪世嘉理事长，好，同时也是户外协会的理事长朱淑梅理事长，好，以及县政大协老会的创会会长陈永杰。今天是中华协会的名誉理事长阮瑞旭阮理事长，还有我们纯真艺术的总监杨瑞旭总监，谢谢理事长，谢谢总监，还有我们的那个国画大师我们徐秋玉老师。然后我们美术协会的总干事包文宪包总干事，然后我们是欢迎大家到这边来为我们欢迎一下我们嘉义县警察局的经理大队队长关学生关队长。好，那我们去年这个文化艺术奖得奖了，国画类的艺术林吉珍林佳杰。再来，我们的因为现在记者的张景啊，张记者，我们每次的话在做那个单位的时候，都觉得非常好，感谢他。然后我们大队当中的主管主任，叶国荣先生，大家好。还有我们国家队的顾问张志芳张顾问。
特别在2018年成立的这个就是云林的油画协会。那我们云林县的这个艺文的各个种类都非发展的非常好，所以在这边也非常感谢所有在座的理事长以及我们的艺术家对云林的艺文的投入。那油画协会呢，是我们云林第一个以油画单纯专一以油画为主题的这一个这个协会。那也很感谢黄佩珍老师就是在艺术界30年，那常常得到很多在国内外的这些就是艺术大奖，那也愿意了。老师自己也提到，虽然已经是德高望重，但是他今天的这个展出作品里面，也不断在尝试新的这一个，就是油画结合其他像拓印还有其他的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身为一个理事长，然后本身也是作者，不断的活到老学到老，然后尝试各种新的方式，在艺术上面这个领域做创作。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我们的云林的这些各个协会的理事长。那也有我们县长，甚至是副县长，还有我们的议员，大家都会到场来支持。那今天也一样，就是整个就是来自除了我们县外的朋友，还有我们自己的就是议员，还有我们张县长到现场。那这个也凸显云林县在推广这个艺文的活动部分，以及就是艺术杂跟各个部分，大家都非常重视。那当然也有大家，除了就是协会理事长，还有各位艺术家的这个投入之外，那当然我们。就是在县政府这边呢，也希望就是借着大家的努力，可以把云林的文化跟艺文不断的推展出去。那最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楼下一楼跟二楼，二楼这一个正在进行一个就是云家家，就是云林家现在是跟西宁，就是台南这边一起联合策动的视觉艺术的一个联展。那今年的主题，这个活动也是从去年才开始。那今年的主题是移动聚落，移动聚落。我们台湾所有大部分的人都是来自
油画协会的这个就是成果展，一样到11月7号。那这段期间很棒，有一二楼这个移动聚落，也有我们就是油画协会在今年这个成果展，那也欢迎大家带着一个就是不管是艺术的愉悦心情，或者是对这块土地的另外一种就是不同程度的感受，来看看我们现在目前在营建文化观光处1、2、3楼这样的一个策展。那刚刚说到大家，跟大家稍微分享，一定要看的就是一楼的部分有一个就是鱼鳞魔毯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鱼鳞其实是有阿拉伯的后裔，就是阿拉丁。那待会如果大家下去看到左图地方，这个楼梯下面的左侧有一个高高的一个魔毯会动，它会动那个就是在叙述台湾最多的阿拉伯人阿拉丁的这个后裔就在鱼鳞的台西所以由林肯艺术协会林肯老师他们策划的这个也是这次策展的一个很不错的亮点。那二楼的部分呢，是由我们湖北的艺术家，他跟他的父母用日常的方式，把对生活的这个体验就是一个在子女是在北部，然后父母是在湖北，那两个双城之间的这种概念，移动的概念，然后用这个就是插画的方式表现出来。那大家艺术家可以下去看一下，然后也留下你们对看完展的一些感受。那三楼当然就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这个油画刊物的一个活动。那今天会集结的将近40幅就是艺术家们的这个作品。那很重要的是有三个作品是我们入围我们今天。11月27号会进行，那这边一定要我们的先进朋友把这个时间保留下来，那我们的艺人把这个时间保留下来借此来参加我们这个11月27号在北斗文化中心的这个颁奖典礼。那借此之后入围的所有的作品都会做展出。那最后呢，我们预祝我们今天的展出非常顺利成功圆满，谢谢。那我们要感谢我们现场的管理员，到我们会场来跟我们致辞。
今天主角是我们黄明成老师哈，那我们林荣斌议员、李瑶议员、黄佩议员，还有陈晨老师，还有在现场哈，啊，我们文化处的陈处长也有在现场，所以艺文界的先进前辈，大家晚安，大家好。是哦，都到我们哈，啊，无论是华山文创园区，然后或是我们其他地方去赞助讲这个部分哈，我们文化处陈碧君处长哦，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哈，我们再给他一个掌声哦。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在场哈，很多艺术界的先进，包括陈老师，然后啊刘真老师啊，还有洪志佳老师啊，陈明华。好，我们的理事长哈，陈永全哈，给我们这个政大文协会哈。那我想在场所有的老师都一样哈，因为呢，我想我们云林县一直希望把这个刻板印象能够翻转，但是这几年来大家极力的哈，把这样的一个什么文化沙漠呢，现在已经不存在哈。那所以我想啊，无论是在啊任何啊，无论是书画、绘画、油画、水墨画哈，还有工艺部分哈，我想大家都。可以说是深入浅出，而且非常用心，培育很多的这些人才哈，包括像看到培训老师也在后面哈，那大家很用心啊。我想到目前为止，应该大家对云林县整个艺文团体所付出的这个心力是相当受到肯定的哈。那我也非常肯定我们黄培春老师哦，在三年前哦，大概108年成立了油画协会，表示我们在哪一个区块都希望把这个区块能够更加完整哈。最后，我们给黄培春老师一个掌声好吗？好，谢谢。在这刚刚我们当中谈就讲讲，这次的文化艺术奖当中，我们油画协会就有三位哈，包括我们的陈通格总干事哈，啊，也是其中一位哈，还有叶素珍老师啊，叶素珍老师也在现场。我在现场应该很熟哈。这个都是黄明家人的现场，还有这个都是我们的学长哈，学长哈，所以他们都非常不简单的，不为我们啊，也得奖的哈，还有我们的这个文化艺术奖，那11月27号就要颁奖哈。那运线哈，我想整个疫情到现在开始舒缓，但是我们因为有准备，所以很多活动就可以顺利的上场哈，包括我们刚刚落幕的。我们布袋戏哈，啊，国际偶戏节哈，啊，刚刚在我们每个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哈，啊，昨天的是万圣节哈，啊，在整个布袋戏馆也炒得非常热，很多的这些啊全家一起出动哈，我想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知道哈，云林县就是布袋戏的故乡，定位未来哈，未来如果哈啊未来到台湾哈，一定要来到云林县，要来到我们哈，啊，不会只来看看布袋戏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到其他国家，也希望看看其他国家有什么特色，有什么文化在那里哈。那我想我们云林县布袋戏也是我们的文化哈。那再来呢，现在即将刚刚登场哈，包括在现场我们很多议员哈，包括我们的议员也跟我们去开会哈，在君悦饭店开了一个记者会哈。今年哈，我们针对哦1621年私企开台400年，我们不只要定位什么定位。云林县就是开台第一县啊，那开台第一人呢，就是严思齐。那开台第一庄呢，就在我们啊，当时大哥的哈，那当然他的主寨哈，也有严思齐哈，啊，他建立了10个寨，那其中的主寨就在我们水云乡的连厝岩哈，甘肃岩哈，所以这些所在嘛，有咱的甘肃这些故事馆了哈，所以我已经把邀请的给了哈。一般在一轮哈，他找个一道暗系哈，一比到我们的12月16号，那我们都可以见证400年前哈，400年前当时哈，啊，我们呐，啊，透过这个大使啊，这个大航海使。
时代哈，迄个时阵西方的贸易行为，甲劳动方向透过海路，所以讲连自己是。前的这个客船哈，那会去去那边了，拍照打卡哈，那再到我们水里的连坐哈，去看看它的存在，那里面有那个汽油井哈，我想这个呢就是跟文化历史啊相当有啊这个关系啊，也是我们追溯以往的这个沿革，那所以大家可以起来见证哈，那当然哈，再来还有我们的这个咖啡机，然后啊，在11月、12月可以说是云林县也相当的热闹有得唱哈，那我期待除了我们啊。透过一年的洗礼之外，我们也可以走出户外来看看见证哈啊，云林县在台湾的地位，在国际的地位，因为我们要找到我们自己的地位哈。我想这个开业的第一线啊，对我们讲很重要哈，它也是不简单的哈。那所以我想我们透过哈梁璐老师啊哈，还有我们的啊魏德胜哈，我们的这个教授哈啊，不是这个可以说是导演哈，啊魏德胜导演哈来为我们哈啊来做很多很多讲。包括呢，台湾三部曲里面的这个戏服跟道具呢，都跟我们哈在我们这个展览哈，那我想看展览就是跟我们的心情哈去体会。那今天呢，来到中立文化三楼，就是到三楼哈，然后认识生活哈，这个文化真的是。
请到今天这两个人做做什么做什么做共享盛举，哎，我想很多准备了，我大概很快参加完活动，但是这三位朋友呢，他真的是简单的哈，也就没有没有完美的朋友，黄凯旋一个掌声好不好？感谢啊！哈，两个人在会馆就来到台北这边，感谢。感谢我们的现场代表台中部。那我们那个要把那个什么的，就是本地的来说，代表台下，我们请建筑系的朋友还有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想一下，要不要？太高了，拆不起来。你起来呀、啊！好，起来。1、2、3。来，油管协会赞。赞。来，县长，县长赞。赞。你要喊理事长的。来，理事长赞不赞？赞。好，我们先谢谢我们郑祥丽。
去。哦，当然这一部分哦，也是希望我们的县政府哦，还有我们各位老师哦，共同来努力啊。哦，阿芬，当时啊来哦，啊，你看一下哦，当时啊来分享一下哦。好多人哦，这部分哦，你会有一些好的哦。当然，他是非常的辛苦哦，在这边我预祝今天的展览展会哦，能够圆满的成功哦，谢谢大家，谢谢。感谢我们的展会，今天的花生来短短的后庭，让我们啊云林县呢更加的花光花的，同时呢也祝福我们今天的展览啊展出啊成功圆满啊，同时也再次的祝贺啊三位得奖的大师啊。那么咱俩黄培春黄老师呢啊长期啊在地方啊给有一个一，也就是艺术画廊啊，提升了地方的美学啊美感。好啦，因为观众朋友，你拼东西的话，你拿够不够？你跟你们昨天来，我们看回来，我们是没点，所以就是啊，这个八点零八，你还记得吗？完全对了，零点我们一点六个兄弟们，零九三八八四啊，八三七二八，九二八一，我那些你还记得吗？啊，这个中央颁奖，谢谢中央的报纸，感谢我们的领导同志，谢谢开心哈、哦！谢谢所有的我们的艺术家哈、艺术先进大师们，透过自己哈独特艺术语言的方式，呈现在每一个画布上哈。哦，我觉得这个是看起来真的非常棒，一定会对我们的观众好。所以可以看到这样美的东西，哦，真的是可以让你的心情非常的愉悦。也谢谢所有的艺文大师们哈、带动我们云林的文化领域哈、让大家都看得到，提升我们云林县。谢谢大家，祝福今天啊、所有的展哦，我们的画展圆满成功，所有的影会的贵宾们啊、大家身体健康，谢谢，谢谢。今天看到很多认识的，谢谢谢谢哦。好，感谢我们的黄碧莲。那再我们请我们的艺术界的大佬。
我家里有一个巷子出口，到了十字路口，哎，我发现有一家啊广告公司，因为我喜欢减速，哎，我就跑进去了，去认识主持人。原来这个广告受理主持人是谁呢？你们猜？就是我们的花贝贝啊，这个啊不是大啊，对大师。当时花贝贝拿眼睛，我说你怎么会画画开广告公司呢？你拜谁为师啊？他告诉我，他的老师就是台东侯作峰大师。侯作峰也是没有受过美术教育的，也是从学徒啊慢慢学起来。他不仅在广告上很用功，除艺术上他也
有话就来谈谈，他最主要想叫我们今天辛苦的走汉字，很高奖，很走汉字。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油画协会成立到今天，差不多快三年了。OK， 当初成立的宗旨就是，如何将油画推广在偏远的地区，让人家知道什么叫油画。因为我常出去外面，人家都问：“哎，油画，油画是什么东西？”后来花了很久，其实油画是油性的，水彩是水性的，所以很尝试嘛。啊，那油画油画是很困难吗？我说手有的画图画最简单，它是对厦门的一种美术工具，它不一定用功底，也不一定结果是怎么样都不重要，你如何去处理它？我们看到一张美美的画，结果就出来了。所以我会用最基本的方法鼓励他来看一下油画，写写油画，第一节课他就上了。所以你看他们画出来的作品跟小文一样，每一个人他的优点都有。如果不要优点，还有缺点，如果把缺点改成优点，这是一个创造的。一种原厂的话，基本密码都知道啊。所以我就是要，因为这个是不难的，但情况刚刚我们都刚刚主角拿过五，哎，你在下面拿什么？因为洗这这不难，然后我就说，哎，多画点是很简单嘛，画上去不好，你们再看，你今天这个放在里面也可以继续画，这是一个月都再拿出来看。也是一样啊，所以画油画有什么困难的？所以把它归类画油画，就是所有的美术里面最简单的一种画。我相信，如果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尝试一下。加也是真，真是不简单。我们画的是我们民族的文章。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这么多的好朋友，第五届的好朋友来参加，最后还是祝大家平安健康，五年就要年纪高。我关心全年就是以你为目标，嗯，温暖，以你温暖意思。还有呢，就是我们前面的观众啊，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就留给各位观众，然后来分享。然后我们今天如果要给中午上班的给你算，那我在担任总干事是刚开始跟那个董事长创会，然后从头到尾我跟你讲，我要感谢我们今天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那个文官处里面的科长，我们郑副委员长、郑主管，还郑副委员长、郑科长。非常支持我们，然后并且能够协助我们来办理什么展，或者是申请什么，所有程序什么，他都帮忙。那在这边就是特地要感谢他，所以说在最后的话就。
刚才去，我反正按来去写一个，我都没时间。
年年有余啊。怪怪啊，我用录音的，你别烦恼。
你只要回血，他就会不行。那是电钢。赢家难哈，赢家难的合并的呀，赢家难，因为合并的这个合众，有一半百分。